亲人，不必躲他，不必怕他。还要注意些什么吗？没了。哦，就这些。出洋的时候不要紧，主要的是回洋的时候，那才是要救人呢。哦，不，救鬼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回洋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些什么？回洋的时候准备的东西啊可多着呢。
我是小偷，该跑的应该是我吧。呀，你不是卡逊吗？卡子，你凭什么闯到我们家里来？我找你们，你们不在，我在这儿等着。等啊，哎，听说我堂哥是吃了你开的药方才死的，对吧？没有，我这药这是干什么？你到底给我堂哥吃了什么药？我就给他吃了一天的白药吗？治活好几个人呢。听说你平常就是靠一些草药方当起了江湖郎中、招摇撞骗的是吧？这是是，不是不是。卡斯先生，你看他那个人像是蒙人骗钱的吗？是，你看我像骗人的吗？哎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穷得很，哪有钱看病啊？他不过是悬壶救世吧？就是，就是。才不相信呢，只怕你们是跟我的潘金莲嫂子啊串通起来谋财害命的。胡说！里面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药方全在这儿。哎，胡说爷爷，您别拿我吃饭的家伙，给我腰子咬人呢。他又是什么人？他是我找来要你们的命的。我让他拿药方鉴定看看，如果我堂哥真是被你们害死毒死的话，等着人家来替你收尸吧。来 ，Go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是个卡死吗？你我怎样？你说说我的天方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呢？你这个笨蛋，人家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你可倒好，把活马医成了死马呀。你自然是等着死去了。哼，说时辰了吗？姚青出洋了。你还敢拦我？我嫂子，有那么恨我吗？你又来干什么 ？This one， 我要查明我堂哥的死因。他是我从县城请来的法医。法医？他是来做法的？也可以算是做法师的一种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要知真正死因，得解剖以后才能知道。好，那就麻烦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什么叫做解剖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啊！
对不住，家里有这个吗？这个 coffee、嗯、tea、嗯、oh me 不对，这是酒酒没有没有没有有。哎哎哎，你没有酒后这手就不听使唤啊。你干什么？你走开了，跟你说没有就没有嘛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先出去吧，这事儿不太好看，蛮恶心的。哎哎，他要干什么？解剖，把堂哥的尸体切开来检查。哎，什么？要切开尸体呀？搞清楚啊，我堂哥已经死了，只有这样才能真真正正查清他的死因，才能证明你没有谋害亲夫。怎么，你害怕真相大白？不可以的，绝对不可以的，人死了最大嘛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把他乱割乱切的呢？更何况我要在姚七还魂的时候，我要把他救活回来啊。到时候他的魂魄要是回来了，你们把它这样子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到时候他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住在哪里啊？他怎么活回来啊？What？ 你说什么啊？我要把姚七从阎王爷那救回来。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也就是在姚七回阳的那天晚上，我把鬼差打走，姚七他就可以活回来，他就可以还阳了。哎，你疯了？哪有这么荒唐的事啊？人 dead 就是 dead 了吗？怎么会复生啊？有啊，这里乡下就有这种说法，迷信吧，真是愚夫愚夫啊！你真自作聪明。哎，我们家姚七啊，他是赶驴的，他不是打鱼的。叮 ，I see， 我了了，你想用这套来骗我们不敢验尸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上当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没有。可是我是死者家属啊！你是个屁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快验尸！不准验！不准验！你还是乖乖听我的安排吧！给我出去！如果姚七堂哥不是你害死的，解剖之后就马上能够洗脱你的嫌疑了。来，快动手！动手啊！出去！不准切！切开它！不准切！切开它！不准切！不准切！你不切我切！不准切！哎呦！不准切！不准切！不准切！不准！哎，你不要走啊！我们来看人怎么送命，不如来送命的。滚！滚！哎，拿点东西，滚！你收了我的钱嘞！别走！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嫂子，想清楚，你赖不掉。滚！你要是再不滚的话，我连你也给切了。好，那就看在我堂哥还有我弟弟的份上，我走。明天要难看吗？我就带巡捕来。你，
骗的。姚七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回答我。你不要怕吓着我，你就算是变成了鬼，我也不怕你的。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我都不怕你。又是你这只狗！我在看我这只狗。你最好看好你那只狗了，别让它到处乱跑偷吃东西。它连我丈夫棺材前的倒头饭都偷吃呢。下回啊，它要是再敢来的话，我就把它扔到锅子里煮的稀烂。吓着你了吗？如果你知道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鬼，那我就是鬼王了。
是姚七断气那晚出现的，难道大灾鬼王派了鬼卒子来抓我？阎王见鬼王，找上我也。可是他们抓不到我，他不敢进我们家的门。锁妖气心内的鬼差，什么？这么吓人！我正要去找你。你看什么呢？我，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昨天碰到来抓姚七的那个鬼差了。这，他就住在谢叔叔那废屋里。这。你真吓唬我，大白天的哪有鬼啊？鬼呀、啊，只有晚上才出来呢。就是昨天晚上啊，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说他就是鬼王呢、啊。这么说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？走吧、大娘、要是没鬼，那我干嘛要打鬼救姚七呢？是有鬼呀、这说句话，灵儿啊、你现在是真的看见了鬼了是不是？所以呀、我们现在得赶快的把姚七从鬼差的手里夺回来才对呀，而且是不计任何代价的，对不对？不管是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来找你啊，就是把回央要准备的东西都记在这个纸上了。可是我不识字啊。我也不识字，不过我给它画下来了，你看。哎呀，画的大娘我呀好辛苦哦。这什么啊？哎呀，这是鸡，这是猪，这是鱼啊，这三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。你看，还有金元宝、鸡蛋，还有小嘴的酒壶。小嘴的酒壶、对对对，一定是小嘴的砸肚子的酒壶。至于它有什么用啊，将来以后我会告诉你的。哎，这什么啊？这个是大苹果。大苹果？对，而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五角大苹果，要六个。都没听过，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坚什么国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美利坚合众国呀！哎呀，人家国家那个历史啊，可悠久了呢。不过比起我们的呀，那是短那么一点点儿，大概也就是那么三四千年吧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人家那个大苹果呀，可大可圆了呢。那咬一口啊，就冒泡，甜的不得了呢，就像那个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，吃上的那个能长寿五十年呢。让我吃上那么一口呢？我是说，要是让那鬼吃上了，他还舍得去死吗？那不就还魂了吗？可是阴阳先生说的呀。阴阳先生说的？是啊。哦，那快出门去吧，把那些呀该买的东西全都买回来。不行啊。怎么了？我怕上海那个待会儿会带警局的人来耶。怕什么？有我在呢，我把武万叫来，让他守着姚七，我保证姚七不会让他们分尸的，不会让他们验尸的啊。
去吧，快去吧。哎，拿着这个，钱一定要多带点，越多越好。千万别忘了买那个苹果呀。哦，啊，快去吧。做生意了，需要点什么？我想替姚七买些鸡蛋。好的好的，姚七嫂替要节哀呀、啊。马兰鸡蛋拿去，姚七嫂。多少钱啊？不要不要，马兰的都拿去。谢谢。姚七嫂替要节哀，保持身体啊。姚七嫂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我还应付得过来。那好，请您注意节哀啊。谢谢。慢走您。青云婶啊，您这有没有卖那个美利坚大苹果啊？什么？什么贱苹果？就是这种啊，那个美丽坚果的那种五个角的这种大苹果。苹果还长角？宁儿，你没弄错吧？哎，来，你是不是要给姚七送水果啊？我这有好多水果，随便你到我这儿来挑挑。宁儿啊，别管我算钱啊。青云婶，可是我一定要这种美利坚五角大苹果呢。咱们这小镇上哪有这种怪里怪气的水果，除非你到县城里那个经济商号里碰碰运气，没准能碰上。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来找奸夫了。好，您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小志，啊，待会儿再把油壶。哎，好嘞。老板，借我绑架驴。姚帅，出去！没闻到，好熟啊！来吧，上海的古龙水。关门、啊。你要发财了？啊，发财！哦，美利坚出的五角大苹果啊！哎，有没有啊？大嫂，您不认识字吧？怎么？难怪您没瞧见呢，瞧，牌子上明明都写着呢。那到底有没有啊？有啊。哎，有，大嫂。啊。
您刚才拿的这个就是美利坚五角大苹果。大娘，怎么画了这么大一个？大嫂，这是我们刚从天津上的货运来的。您看，美利坚大苹果，对吧？正好六个字，对吧？那我要六个。好，我给您拿。麻烦你快点啊。急什么呀，姚七嫂？我们有叫姚玉生的客人？没有什么叫姚玉生这个客人。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你明不来得到，我明明看他进来了。谁说？怎么卖？二十个铜板一斤的。不是说猪肘，说你的刀。刀？我这里不卖刀啊。卖不卖？啊，您尽管拿去用吧，尽管拿去用吧。谢谢。刀也不腰的，你要搞上他，人家会笑死我的，笑我连个村妇都比不上。哎，我就是要换个口味嘛。我搞定了。畜生，我死。哎，美玲，你快走吧，美玲。哎呀，你还是不是人呢你啊？臭娘们，你敢坏我好事？别打！我只是怕你，家人的刻薄的寡妇，为了姚琴家，不出两年跑到棺材里头去了。你还敢揍我？老子今天不打死你这个醋坛子，我就是你儿子！救命啊！杀人啊！打死人了！切！花钱赎了你，娶你当老婆，你还敢坏人的好事？你在拦我，他在躲我，都没用啊！我一定要把他搞上手。原来你是金三少的老婆，是又怎么样？你造谣重伤我嫂子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我也是不得已吗？你害我冤枉我嫂子，你杀了我吧，杀呀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好，算我可怜你这个连丈夫都不要的女人，我就让你做寡妇吧。不要，我要用刀，用枪好不好？Thank you.
没关系的，没有五角大苹果也不要紧的。再说了，姚七要是知道从金三少的店里买来的，他一定不要吃的。钱儿，大哥你走吧，时辰都到了。灵儿啊，出院的时辰快到了，我们得回去躲一躲了。灵儿，你一个人怕不怕呀？我不怕，真的不怕。要不要我？我相信姚七不会不认得我的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快走了！来，灵儿，你说什么？他是自己人，不用怕。咱们是外人，咱们得怕呀。知道，灵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了。